Bus， 嗨，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。妙妙，你好慢哦。是脚踏车太慢了，我要找到最快的交通工具，这样就能赢你。是谁？我是巴士车，一辆巴士车。巴士巴士，你跑得快不快？我是巴士车，比脚踏车快。那你是最快的交通工具吗？我不是最快的。你好，你好，早上好，你是谁？我是小汽车，一辆小汽车。汽车汽车，你跑得快不快？我是小汽车，比巴士车快。那你是最快的交通工具吗？当然不是，还有比我快的呢，我可以带你去看看。你好你好，下午好，你是谁？我是长途车，一辆长途车。小汽车快。你是最快的交通工具吗？在陆地上我是最快的。咦，那是什么？你好你好，下午好，你是谁？我是大飞机，一架大飞机。飞机飞机，你飞得快不快？我是大飞机，比长途车快。我很快，但是还有比我更快的，还有比你更更更快的。你好你好，晚上好，你是谁？我是大火箭，一枚大火箭。火箭火箭，你飞得快不快？我是大火箭，最快的大。喜欢我们，记得点这里按赞哟。妙妙，你看，公车来了。你们好。你好。快点上车吧。
困难的工作，只有最勇敢的怪兽警车。呵呵，跟我一起出任务吧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！看地图上有好多个彩蛋，我们请挖掘机来帮忙找彩蛋吧。挖掘机们来了，让我们一起来数数有多少辆挖掘机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五辆挖掘机。让我们从五继续往下数吧。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一共有十辆挖掘机呢。挖掘机要开始找彩蛋喽！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一起来数数有多少个彩蛋吧。十辆挖掘机在挖宝藏，挖一挖，挖一挖。一辆挖到彩蛋，打开来看，汉堡。九辆挖掘机在挖宝藏，挖一挖，挖一挖。一辆挖到彩蛋，打开来看，布丁。八辆挖掘机在挖宝藏，挖一挖，挖一挖。一辆挖到彩蛋，打开来看，披萨。七辆挖掘机在挖宝藏。
哇，好漂亮的玩具模型啊！奇奇妙妙，我发明了一种神奇的巧克力。神奇的巧克力，来吃吃看吧。身体怎么变小了？太神奇了！嘿嘿，还有更神奇的，一起去玩具模型里看看吧。好耶！哇！哇！我们比玩具还小呢。嗯。一一魔法变变变！咦，这里有三大彩蛋呢！打开彩蛋看看里面有什么吧。好。三个小朋友开彩蛋，彩蛋打开是蒸汽火车，一个小朋友坐上火车，火车说嘟嘟，出发喽！蒸汽火车，蒸汽火车，慢慢地开过田野，蒸汽火车，蒸汽火车，慢慢地开过森林。两个小朋友开彩蛋，彩蛋打开是电力火车，一个小朋友坐上火车，火车说嘟嘟，出发了，电力火车，电力火车，快快地开过田野，电力火车，电力火车，快快地开过森林。一个小朋友开彩蛋，彩蛋打开是高速火车，一个小朋友坐上火车，火车说嘟嘟，出发了，高速火车，高速火车，超级快的开过田野，高速火车，高速火车，超级快的开过森林。今天太有趣了。谢谢你们带我们游玩，不客气。客气嗨，你好呀，蒸汽火车。你好呀，电力火车。我先走了，拜。哇，它好快啊！嗨，我先走了，拜。我会追上你的，高速火车。看不清，修理员们，修理员。
人闪呀闪呀亮晶晶，火车火车扭扭身体，摇摇晃晃站不稳，小李圆满小李圆满，快快过来帮帮忙，换上新的螺丝钉，火车火车扭扭身体，止了。好的，安全第一。火车火车动动轮子，转呀转呀跑不动，修理员们修理员们，快来快来帮帮忙，换上新的大轮子，火车火车转转轮子，转呀转呀向前跑，不用谢，你们别再吵死了哦。好。哇，好多彩蛋呢，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。有五个圆圆彩蛋，小彩蛋转呀转，红色彩蛋轻轻打开，猜一猜它是什么。有四个圆圆彩蛋，小彩蛋转呀转，黄色彩蛋轻轻打开，好了。
车队出发去探险，乘着火箭到神秘太空，怪兽车飞呀飞向太空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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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大大小小美丽星球，我们要降落在哪里？火星，我们来到神秘火星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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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沙漠山洞还有火山闪闪发光，那是什么？是飞碟，怪兽车队到太空探险，怪兽车队到太空探险，怪兽车遨游遨游太空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是说他觉得我们很酷。